对不对？我媳妇儿也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让我媳妇儿给你劝劝，劝劝我媳妇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能行吗？咱试试啊。可以。对，咱试试试试试试。哎呀，哎呦，弟妹呀、啊！行了，别哭了。扎心呐！我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他们老爷们儿呢都忙，一忙起来咱就九霄云外了，忘了咱们。是、啊。没事儿，这有什么的呀？我这不也是吗？他们出去工作去，对吧？家里得有人看吧，得有人管吧，老人孩子得有人顾吧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，放弃了自己的青春，对不对？嫂子，您也一样。咱们都一样。哎呀，如果我要说出去工作去，真有意思。嗯，我挣不过他小子。啊，他们。我挣不过他，不就是说相声的吗？说相声有什么？周九良就不会捧哏，孟鹤堂就不会说相声。呸！谁说女人说不了相声？咱们、啊、咱也能说相声啊！能说相声？咱说相声、啊、有什么不能说的、啊？不就是俩人站那叭叭叭说呗？臭贫谁不会、啊？你听德云社最近招聋子科学员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咱俩去报名啊！以后比他们挣的还多呢！我告诉你，哎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我一名我就叫金龙鱼。那我呢、哎？我都给你想好了，我叫你叫小龙虾，笑死人了。